很多人来拍过哎。喂、啊。哦，终于拍。果然真的走到哪都有他的身影。那时候还颇瘦的嘛。对、啊。2009。酷哎、哦。那边还有他的签名啊，那边有。哦，有虎爪，虎爪。对，虎爪。我们来这一家啊，其实仙草冰什么大家都吃过，对对对，他们家有很特别的两样东西，我觉得一定要试试看，一个就是炸仙草，然后一个是仙草水饺，哇，你觉得很奇，就是水饺吃起来就是正常水饺的味道、嗯、但它到底是不是仙草冰，它是用仙草原汁下去做的那个仙草冰，然后里面它是有包绞肉跟碎仙草部分，碎仙草、哦，这里面有碎仙草，有啊，有一点点，哦，有点，对，那为什么会有炸仙草啊？餐点类部分就是有宝宝，他就会觉得，仙草用它来炸风起来，对，仙草都拿去炸，哦，对，他就想说拿去炸，但它吃起来是不是会有点像豆腐的那种豆腐，鸡蛋豆腐，它吃到就是满满的仙草香气，应该是吃里面是甜的吧。没有，它里面是仙草香气。嗯嗯，对，它里面就是仙草，好特别哦。嗯、啊，应该是说甜仙草本身本来是没什么味道，如果加糖水，它会是甜的嘛。对对对。哦。哦。仙草那种淡淡的香气，好特别哦。其实它吃起来很像那个炸的鸡蛋豆腐，可是它里面又比鸡蛋豆腐又更软、嗯、更嫩，所以该不会只有你们家在做炸仙草吧？目前只有真的，你觉得这两道是大家一定要来，除了点冰品之外，要尝试新鲜的东西。对对。那水饺吃起来就是水饺，没有毫无悬念，就是水饺的味道，好吃哎。没有吃过这种口感，没有。所以外面咸咸的，好吃，它的炸得很好吃。这我们要看，家父有曾经来过这里，你有碰过他吗？没有。哦，你没有碰过他。那是上一代的，应该是。哦。对啦，毕竟是上一代的事情。2009年。对啊，巧克力。哎哎呦，抓噶，你怎抓哩？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。太冲动了。太急着想喝。没想到你会点这么娘的草莓松饼。松饼。可是它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哎、啊，它应该就是那个最近很流行的那种草莓谷物。哦，谷物，对啊，对啊，来这里点这个就是一直不断的拍照啊。你配那个谷物很搭哎。嗯，我觉得它配那个谷物，反而还比新鲜的草莓还搭哎。对对对对，很好吃，奶油好绵哦。你是真的爱来吃这种东西，还是你会骗梅亚来吃这种东西？不是骗梅亚，我是真的喜欢吃甜点。所以是本身就是梅亚。懂啊？可以这么说，我自己很喜欢吃松饼。真的、哦，嗯，我很喜欢吃松饼，松饼很好吃啊。可是它松饼好像跟人家不太一样，它松饼又好比较偏日式的那一种，嗯，它不是那种脆，对，但是它就是很软，我喜欢这种松饼、嗯。它搭配谷物好搭、哦，我第一次吃搭配谷物的，没有看过这种。嗯，最近这种谷物很夯啊。最近吗？嗯，加牛奶都好好吃。来这边一定是要穿得很漂亮，但拍不完这样。可是呢，这边的蚊子很多。但我刚看到老板有很贴心的准备防蚊液在那边，在旁边吗？对，嗯，它这不会到太甜，所以其实吃的完。